好，我哋系 Mira。比赛嗰啲仲系参赛者咧，即系观众或者大家对我哋嘅容错率都高少少，成为一个艺人出咗道啦。咁大家度我哋嗰把尺或者摆喺我哋身上嘅 standard 都越嚟越高，所以对自己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，所以压力好大咗。全民造星出嚟到依家，其实啱啱好，琴日两个月啦，九月三号出道，咁今日四，即一月四号，其实我哋得两个月，做咗两首歌嘅 MV， 一个演唱会，跟住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访问，其他嘅训练，其他唔同嘅 event 咁样，成件事系好快好急速。其实我哋系好似冇乜时间去 prepare 自己之余，仲要冇乜时间去沉淀自己，去谂翻啊自己做紧啲乜嘢咧。一个 artist 啦，咁样即系 artist 嚟讲咧，我哋通常会觉得系好 ready 咁先要出道啊嘛。咁但系我哋咧就每日都有一个好 ready 嘅方面咯，未系好全面地发展到，都系同佢哋讲嘅一样啦。我觉得我哋都系赶紧一啲时间，急速令自己进步，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到磨练嘅一把。所做嘅每一件事都唔系净系放你自己，就算我系可能年纪比较小，我都知道自己嘅身份嘅存在，我系个 artist， 可能对自己做嘅一切负责，无论系舞台上嘅定系私生活，提醒自己你做嘅一切都系俾好多人睇嘅。我以前有个朋友同我讲过一句说话，就系、是、可能讲啲嘢任性啊、不负责任嘅时候。你覺得我好任性不負責任咩？我將我自己所有精神、所有力量、所有前途都 all in 落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咁其實我仲係唔係任性咧？嗰陣時呢句説話都俾到好大感動。我哋 Mira 希望俾到個 message， 你有你嘅目標，其實無論係咪做星都好，你都係要可以嘅。就算我哋可能捨棄，唔可以用捨棄啊，我諗係選擇咗放低我哋以前每個人嘅工作嗰個啦。咁但係去發展一條新嘅路係我哋想要嘅嘢。當我哋做一樣我哋咁中意嘅嘢嘅時候，就咩都係值得的。